Welcome to my tub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渠。那今天呢，一样是为大家带来这款游戏是《路易与街道的中塔》。那继上一集啊，我们得到了新伙伴卡佩尔，他是一个还不错的男人。虽然他很可怜的是一直被叫是变态假面，对不对？等级就7，不过就已经够强了哎。哎，都呢。那我们现在是稍微去原街道看一下好了。那我们已经偷偷的潜入了，不需要经过你这一关。对，那去酒楼。这是新的门，是不是？大图书馆哦，完完全全的又是新的境界。于是，为什么变态假面你会在这个中塔里啊？所以说，我叫卡佩尔。我不是说已经不戴假面了吗？话说回来，你才是来这里干什么的啊？妈，我是制造了这个中塔祭司的孙子。哎，是这样啊。嘿，你是那个人的孙子啊？啊，嗯，你认识爷爷吗？不能说是认识吧。妈，于是你来这里做什么的？妈，这是秘密。嗯，妈，总而言之，不要做奇怪的事情哦。妈，我根本没有被相信啊。嗯，那不是当然的吗？你超可疑嘞！等等，麦，不要接近我。好啦，你，战斗。巫师，粘稠的史莱姆，都呢，先兴奋一下好了，不然已经没有 TP 可以使用了。战，フレア，やってやるぜ！忍冻射击，试试看新技能。Air Blade。ヒール。助かる。これはどうだ？ヒール。やっ！えい！帰ってお酒飲みたい。果然不练等的话，我们真的是一个小堕落的概念啊。有啥？
头皮都很上去了，哪里可以了你？来来来来，呀！有侠！得到蔷薇胸针，啊！装备一下吧，好像没什么用啊。火属性伤害，应该暂时用不到啊。啊，又是你！哦，跳下来了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哈哈，咖啡也太可爱了吧！习得致命射击。话说回来，这里好多书啊，到底是什么书啊？这是什么啊？这不是全部都是空白的书吗？妈，封面的字也乱七八糟的，没法读啊。这是？难道是谁用魔法制造的空间吗？怪我はないですか？提德日耳啊，哦，阿说，为什么你会喜欢我的妹妹啊？根本不可能不喜欢的吧？又可爱又温柔，还很持家，我一定要和鲁塞将结婚。这样啊。那么你就会成为我的妹夫啊！从现在开始，练习叫我姐姐大人吧。姐姐大人，你这家伙是怎么回事？恶心啊！哈哈哈！爱上皮亚尼了吗？这是跳下去。等等，跳下去意义何在啊？没有意义啊！等等，我被骗了。适可而止吧，你真的不和我们说说你是谁吗？我可不想一直和不知道真面目的人一起行动哦。妈，就是啊，你到底是在这里做什么的？难道说中塔出故障是因为你吗？不是的，那真的不是我做的。那么你为什么在这里呢？怎么说呢？我是为了成为盗贼才来到这里的。啊，盗贼？是啊，不，我是打算想加入盗贼团来着。他们却说什么不需要像我这样看上去就很仙路的家伙，于是就稍微借用了一下这个中塔的表盘，想着你们走着瞧什么的。原来你是小偷啊。不是小偷啊，只是潜入中岛还好，然后又是下雪，又是出入怪物，还被瀑布冲走，碰到了很多事，已经不是想那种事的时候了。但是你还是想成为小偷不是吗？不是，我只是稍微想要自己试下而已。心机奈奈呢？你再也不要再做这种事情哦！如果再做这种事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妈，知道了，对不起哦。是怎样？
新的回复点。得到词典。什么啊，这东西。那另外一边，这边是哪里啊？好像不一通往的地方不一样哎、欸。一个是红色的房间，一个是、哦、蓝色的房间。哦，有点不明白所以，不过我们就是稍微看一下吧。哦，可爱的正太图画，跳下去。哦，丽奈丽的祝福，装备，每回合回复5%。原来是通这边的，我想说那个宝箱一直拿不到，拿了好多哦，不过这样好麻烦哦，一直就是要上上下下下下上上的。走るのは久しぶりだわ。卡佩尔在叫什么啊？気をつけろよ。等等，阿曲在干嘛？帰ろうよ。逃走又自己按下去，对，他基本上就是逃走之后，就会把那个什么。怪物它就会动不动了，然后你再去不小心触发它的话，它才会进入战斗这样子。気をつけてな。哦，新怪物哎，可是有点不想打，看一看鹰眼。不打。这有气球。等一下，这些气球上有魔法的气味。哦，気をつけよ。什么？还蛮可爱的啊。これはどうだい？不过为什么大家这么多那个啊？プロミネンス、新天地だね。とりゃ、ピソン、やー、新天地だね。あ、これはどうだ？终于打死一次哦！ありがとうぜ。使うよ。ありがとう。ザバ、天地だね。やってやるぜ。これはどうだ？唉，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像是死局了，有点难打了。对，大家的攻击力跟 MP 都没有办法做回复。然后阿许决定自己再去练功，再重打。こういうの苦手だな。得到了落雁堂，得到了。哇哦，习得深渊。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的，是将暂时的生命力灌入气球的魔法吧？哦，那这里果然有浪浪的同伴啊。嗯，肯定是这样的。用魔法灌入生命力什么的，真是有趣味啊！娘，皮亚尼，你也不是鬼鬼祟祟的，还把机器人给做出来了吗？你怎么会知道啊？我是从罗瑟家那里听说的。妈，我是为了罗瑟和妈妈才把打扫机器人给做。那你？
雇个女佣不就好了？啊？哎哎，终于达到了。等等，阿川喝口水。好，那终于可以上去了，12楼。夜光，这里是哪？很美。姐姐大人，哈？刚才那个长得很奇怪的东西是姐姐大人？哎，是直接要跟着冲进去的是吗？打不开啊！刚才那人是拉拉你的姐姐吗？不，不是，那个母女们会把母女长辈们叫做姐姐大人。这习惯真棒！闭嘴！是，太好啦，拉拉，母女伙伴们果然就在这里啊！是啊，太好了，大家一定平安无事的吧？但是这扇门现在打不开啊！我觉得皮亚尼的声线啊，取下来的声音，外加鼻塞，好像配不回去了。你看那里，虽然有门，看来只有我去了。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我和你一起去吧。路易，那我回去睡个觉先。你在说什么呢，皮亚尼？和卡佩尔一起在这里看着。这真是少女的围巾啊！所以说你在说什么呢？绝对别回去了。真是个漂亮的地方啊！这个确实是叫做夜光花吧？传说好像是生长在母女所住的森林中贵重的花。把这个摘下来放在瓶子里的话，就能当灯用了。不行，好像折出来的瞬间光就会消失了。什么嘛？我说，至少让我喝点酒吧。这不是当然不行了吗？话说你还带在身上，你不是都酒精中毒吗？小孩子根本不懂酒的美妙之处。所以这边呢，呼呀呼呀。所以只剩我们两个，是不是？好像还不错哎。喂，郭云，今天是在约会吗？呵呵呵。上面的楼层有些地方风吹得很厉害哦，要怪我快被吹飞了。自己也回合哦，对，稍微跑了一下之后，这个点就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跳换到地图不一样空间的地方，对。然后这个地方的场景，阿雪的电脑我在跑，稍微有点累一个，对。気をつけて。哦，那是什么啊？闪耀的壳瓜牛跟水母。其实路易这款游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怪物的，是宝箱。改造武器用哦。我已经好久没有改造武器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宝箱。防御水果糖旁边的那个是没有用的地方是吗？等等，你不要再生啦。那个宝箱就要遇到再生怪，那种感觉很不好哎。我说，路易对我怎么想呢？哎，怎么是指？就是说，那个是喜欢还是讨厌？哎哎，那
就是喜欢吧。这样啊。那么罗萨呢？超喜欢的。路易，为什么生气了啊？妈，你不懂得少女心吗？阿东呢？别过来！みんな、気をつけろよ。这是花精是不是？果然。然后 TP 不够了。和皮亚尼相处得很好吗？怎么样呢？总之，毕竟从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开始，就和他相互认识了。皮亚尼以前就是那个样子吗？是啊，只是以前是不喝酒的。妈，人长大之后变成酒鬼跟老烟枪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嘛。所谓社会人士，总是多了许多许多的压力。光钱，现实上的问题考量的话，就会以改变一个人的做法，因为像酒跟香烟，可能是一个排解，可以比较容易排解。它像是提神剂一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妖怪帽子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换这边妖怪的帽子是吧？没有用，天哪，是垃圾。哦，等等，硬式奶茶，果然在天上飞，太棒了。哎呀，这种平常摇摇晃晃的样子可不是我平常飞行的样子哦，本来应该是更轻飘飘的样子飞才对的。我也很喜欢这种飞行方式哦，像是你像飞车一样。拉拉，你不要在自己喜欢的面前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就是讲这种谎话。我当初遇到你的时候明明就是你根本就不会飞啊。哦，母女的披肩。嘿嘟，走喽，全回复。看来已经差不多到了，对不对？存档哦，终于可以把这个之前稍微玩过档案压掉。哦，这什么？僵尸新娘吗？幽灵熟女。月亮真美呢。幼小的魔女以及陪同而来的幼小的骑士，晚上好。月亮真美呢，幽灵熟女。我们曾经在哪里见过面吗？幽灵，呵呵，没有和你见过哦。对你来说的话，初次见面，幼小的魔女，和我共舞一曲如何？武道，这算是申请魔女之间决斗的型话吧。如果能做我的对手的话，我就把这个钥匙当作礼物送给你。我知道了。这都要决斗吗？那把钥匙雕刻着魔女的花纹，也许那是姐姐大人进了的那扇门的钥匙，也说不定。原来如此，来吧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哦，脑袋，他的脑袋啊！冷静点，只是个幽灵而已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喂，电梯拉走，小心一点。等等。我刚才做了什么事？ウレア，ドリャ，9000多的血应该还好吧？
败者的房间，雅雅噗滋滋，什么啦？あら、彼女が冷たいの？哦，それは大変ね。哦，好像拉拉哦，露露。そもそもあなた、その子とちゃんとお付き合いしているのかしら？付きまとってるだけじゃなくて？そんなことないよ。僕たちは相思相愛で。何？やっぱり酔っ払いは嫌いだわ。へえ、这之后你们就在一起了。そんなに酔っ払っていいな。あれ、ララじゃない。私はルルよ。え、誰？ララのひいそぼよ。へえ。噂のロリバーってやつですか？ロリバー。あなた、うるさいわ。少し黙ってちょうだい。は。欸，其实输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，对不对？不过怎么办？阿菊刚才死不就是死不升级，然后现在又是一个很难打 BOSS 的状态。他随便，随便怎样，随便刚才出大招，阿菊就差不多要死了。天哪！唉，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里好了。一样，如果说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可以订阅我，或者是点个喜欢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 ，See you， 拜拜。